什么？阿里 Q 来了吗？来呀、啊！一个都没有出现。阿里 Q！ 啊，来来来，阿里 Q 过来过来过来。去呀！不要这样跟人家讲啊！哎，你要把牵绳出去呀、啊！他完全是，他完全是不理你，阿里 Q！ 阿里 Q！ 阿里 Q！ 你来啦！小白，你听好喂。哟。啊，你那个刘海仔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来 ，Q 来，跟大家打招呼。跟大家打招呼。你迫不及待听他了。啊啊。旁边那个热水比较。啊。来，我再把电灯打开。哇，阿里 Q 把家搬过来了耶！对呀、啊，阿里 Q 酱，甜酱过来，甜酱来、哦。这时候不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只能拿。你们到时候那个要让他睡哪里？睡这边吗？我们没有人，忽然找不到吃的东西耶。想要让他自己一个，不然的话你们可能会被吵得没办法睡觉。因为他有人的话，他时间到了，他六点他就会哼了。哦，六点。对，那我们大概，对，我们大概，我老公大概到六点多啊，偶尔一两次啊，他可能会想不想睡四点，所以我想说让他睡下面。你不是说打电话来要来度假吗？但是睡下面，所以我突然想想，我帮他带大笼子，不然的话那个小的在里面没办法睡。大声说太可怜了，太可怜。哎，他这个窝还是二姐那个他阿姨买给他的。真的啊，开心开心开心，来度假了，开心开心开心，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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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车子放在那个后座就可以了。他这个要把它盖起来啊。就是有时候他睡觉的时候吗？没有，你把它有一些盖起来，它在里面它会比较安定。啊、哦，我有安心感就对了。会比较安定，因为狗本来就是穴居的动物。狗穴居的动物。穴居。阿里 Q， 你跑去后面干嘛？开始搜寻啊。哦。吃的。啊，我有给他带他的零食。Q 酱的妈妈现在开始在布置。嗨。他会玩那个。布置 Q 酱的。他的房子的球会啊，我有帮他带玩具来啊，然后他的零食我有带，然后舅舅不要给他吃太胖了。啊 ，Q 酱 ，Q 酱，你不是说你很想吃吗？对哈。舅舅不要给他吃太胖。啊，那一定要吃的啊，没吃哪来算度假？他们那个吉娃娃的那个社团里面有一只竟然养到。7.5公斤哦，天啊，吉娃娃7.5公斤，那根本就是已经是小猪等级了，我觉得。修丹体啊 ！Q 酱，我们可以挑战8公斤，然后再来拍321。行啦，那个没有办法啦。看看近看看那来，拜托。然后再321减肥法。还有，你要记得哦，狗狗，第一，巧克力、洋葱、葡萄。Hey, 那些绝对不能让他吃，巧克力只要吃了没多久，他可能就会。我知道巧克力，我知道。洋葱葡萄，巧克力洋葱葡萄，咱袂使食。尽量给他吃，我有带他的那个，谢谢。啊，我带他的。你交代嘿，高军一定是，伊食啥，伊就四个月好吃啊，我讲啦，咱兜较早地果，冠军沙场。我吃雪梨相思饮嘛，是坐伫边仔对我吃。哦，咱吃面就吃面，咱吃糜就吃糜，有无？交代他，你去舅舅家哈，要努力卖萌哦。努力卖萌，卖萌卖萌卖萌。对，你要努力卖萌。对，没错。他应该还会记得吧？他有在这里陪妈妈给妈咪。快点来！待会我拿个东西，让他咬一口，他马上就记忆就。我觉得他会记得。他记得了。记忆的封印就解开了。他开心他。Q 酱。哎，小
就讲，你是户家有功大公狗，户家神犬大公狗。哦。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 Q 奖的家。大姐，她把车子停到后那边马路边去了。她停在我们门口啊。等一下再问她，看她停在哪。哎，停在门口就好了。我们后院也很热闹哎。对啊。那个阿俊嘞。哎。树啊，因两台拢停门口。好。也是都停在。啊，因车库家己不爱停对吧？嘿，因车库拢无停，大风看到停在啊。是大家想说不停白不停，都被别人停走了这样 的意思吗？底下有车库不停啊，都是去停那边，都停在你们那个庭院里面了、啊。对啊，大家现在都这样。对啊，太好笑了吧？哎，张妈妈比较不会了，张妈妈是她有一个位置，她媳妇会停。我觉得是现在可能就变大，现在有人就有一些习惯，就认为说我不停这个公共位置就被别人停走了，那不如我就来停。就是像我们这样有访客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大家可以有一个方便 啊。有访客的时候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对啊，就变成大家都是啊，中国人给你设嘞。嗨，姐夫。嗨，姐夫。中国人设嘞。啊 ，Q 奖的爸爸来了。然后他每一天，就早上跟晚上，各给他一尺，有点小尖这样。你还有中球球吗？球球有带来啊，有时候你可以跟他装球球啊。他现在其实基本上那个他就吃了。哦。之前是因为他吃的太快啊，所以用这个。哎，偶尔你还是可以给他用这个碗。啊，他的饲料这个开过，那包还没开。好。哎，我们不是有那个。现在怎么没有飞奔到沙发上面？啊，没有尿，对啊，尿布要先带他去那边尿尿。嘿嘿。尿尿在这里。这里啊，来过来，这里是你的。这里还有你的味道。妈妈帮我把尿尿的地方铺好了，真好，尿尿开心。嗯，好，这是你的。他还搞买到这大张。这 Costco 的。哦。它的比较大。哦、啊，不然的话，原来的上次你带来的那个就比较小，那个中型的，这个也是中型的，但是 Costco 后来我发现它比较大，哦、然后它边这个加的比较长，哦，这样看它放的比较大，豪华版厕所啦，一般都是只有这样而已啦，对啊，你也升级了，好事多价格没有差太多，然后它但是比较大，它比较大你就觉得比较好，是觉得 OK 吗？买一箱就两大包还没用完哦，是这样的。啊，大也 OK 啦，本来是小一点的话，大概一天就得换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大的话就差不多两天了。哦，好。啊，可以自己上去了吗？他不行，他还没有。还没有想。习惯要怎么？想到哈。对。那之前呢，都跑到上面。他用飞奔。我要吃那个，我也要吃。出门那么多天，怎么行李那么小？对啊。这不能大太大行李。一方面是我们四个人，然后会包一台车，所以我们行李都不能太大，太大的话那个车子没办法放。对。那第二是那个像印度那个地方啊，基本上就是行李也比较大，他路上都是马粪、鸡粪，那个牛粪，然后或者是，所以还是。嘿妈，嘿，没啦。不等一下再教你。你们会带他出去吗？啊，会带他去走一下吧。哎呀，那宝，我一点在教你怎么用。我等下要骑那个南瓜快车，我还没带。我骑是怎骑？哎呀，有一个南瓜快车。你咧带伊来，寄你家嘛，犹豫再三，惊你家放无去。我不是怕你的泡沫，是袂无伊啦，啊，但是吼，因为他
哎、欸，你俩上次抓不到他，然后他就很惊吓。他会不见吗？没有。几只狗来，可能你也看只低等的在数命啊。小时候就有一次在中庭。对。然后没有跟他牵，用牵绳上去了。想说在中庭没有牵绳，应该也没有关系。不行，叫袂动啊！什么叫袂动？满场追，你不是追不到，连邻居撒狗粮了吗？对啊，连邻居都来帮忙围捕，还抓不到，最后撒狗粮，然后傻傻的就被抓。撒狗粮是绝招。然后所以后来没有弄牵绳，我基本上不敢带他出去。对对对对。不会啦，我们是很小心。你干嘛？一直在犹豫哈，知道这里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是犹豫的行为。是没有它的味道，要把它沾满它的味道，还是干嘛？因为去它。你在冲啊！你在玩啊，他很开心哦。好笑。因为去它妈妈那边有小孩哈，会关起来。哦，会控制它的行动，在这里都不会把它关起来。就是这样，我们这里不会控制你的行动，但是你出去，我一定会控制你的行动。有一定该抓无伊惊一个，那真正狂奔。对啊，而且叫袂转来。而且因为中庭后来本来是密闭，对不对？但是已经到五点了，五点的时候基本上人家那个门会打开，因为住户都要出入了。哦。啊，可是还是一直抓不到他，就很心慌啊。心昏昏，心昏昏，哎，随身都要携带肉干。心昏昏，哦，对，肉干。万一他不小心奔驰的时候，我就在地上撒肉干。忍术，撒肉干之法。他的没有啊，一般来说这种都是要训练的，就是像我朋友他们都是有训练，就是先在一个比较大的封闭的空间，然后给他放，不用牵绳，然后训练他随叫随回来。哦，那个要慢慢训练了啊，我们都还没有时间找去外面说找一个地方专门跟他训练。你搁看像咱较早地沟，地沟，然后就听到从那个几条街外面，然后就开始跑，然后就跑回来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可是因为地沟他从小就在外面玩惯了，他对外面也不会很好奇。对对对。啊，他不是啊。这个会想要出去探索。他这个是野丫头啊，他出去就不想回家了啊。他很好笑哦，你带他出去逛街哈，你带他去压马路啊，同一个地方到前面，你说原路回来，他不要，要绕别的地方，他就是不想回来，不想回来。你用拉的，他就一屁股坐着，然后让你这样。那个狗就是比较没有出去哈，会这样。你看像苏西，上次出去带去菜市啊，你啊，我扛不掉呢。啊，然后他就都只会上我们车而已嘛，啊，但是忽然他就是习惯那个门打开的时候，他要上别人的车，对啊，因为那个颜色是一样的，门打开就要冲上去，对，是啊，对啊，他想说，哦，我只要上车了，我就会被带去玩，哎，对，是喜欢这样，啊，这一包已经开过，这一包先跟他冰起来，这个是他的饲料，还冰的呀，也点心。哦，妈妈给我，妈妈给我。然后一天就是我只给他一根了，啊，我一天最多一根。可是我想应该在这里可能没有办法，我是觉得最多一根就好，再加饲料，因为他有可能会再给他其他东西。对啊，够了。然后这里还有两包啦。这才叫度假。变五公斤。这两包都不一样。变比较小猪。我会改控制，啊，但是亏亏的爱控。哎，这个都还没有开。然后这个很好玩，这个就是像这个肉干啊，或是它那个肉条，你可以给它塞在里面，真的，然后让它一天去自己去拉出来吗？对，比方说这样子有没有？哦，然后一边从这边，然后它会在那边慢慢啃，慢慢咬，它不会一次就把它吃完，对，它等于可以玩它比较久。哦，对，像这个整包都给它，它就可以玩很久啦。他说：“哇，一次加一条。”大概玩个五分钟十分钟，整包给我，我可以玩一个小时。对呀、啊，或者是像它这个肉干的或者是这个都比较长，有没有？对嘿。你就可以折起来，然后把它、哦、想办法从各个地方给它塞进去，然后让它去慢慢。它就不会一下子就吞掉了。对，让它慢慢吃。你点嘛吃起啊？吃起啊！往来吃起啊！你看。刚才你唱到这。手掌，手掌，手掌都用，那
惊人家生气嘞！哎，知道我在偷看他。秋香，帮我咬一口好不好？你如果伸手那个，我伸手，你拿着，我伸手看看。秋香，来来来！他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你不要直接伸手，你伸手他会以为他抢他。你打掉啊！你这样哦。也生气哦。No。因为他在里面呢，他会担心。像我哈，因为他会护食，所以我都是怎样，我都是过去的时候，我不会直接靠过去，我会跟他讲说，叫他给我，然后我慢慢靠过去，他会给我。你看这个就指导力不足啊！你看以前那个德哥，德哥敢这样吗？不敢。因为你那个呆啊，我没个呆啊。没这个呆呢。你们再看看，你们拍不拍得到他的这个？鸡腿给我，他吐舌头，对，他会含着他的舌头、啊欸，真的耶，好可爱。你吃完了？吃完了啊，那么少。尤其是他躲进里面，这个有点像穴居，就是他自己的地盘，他的城堡。你如果手进去抢他的，他可能就会生气。他真的会咬、哦。不要，对啊，不要，不要说，首先进去。没有的啦，吃完了。没有的啦，吃完了。